大家好，我是阿天，今天是2022年10月10日下午了。那这个是烈火战记的百鸟飞行演唱会，前天大概就已经有了。那我不是很会玩哦，它是一款叫做2048的小游戏去改的，只是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图案改成是烈火战记的这个图案而已。那你可以去上网看到一些相关的这个介绍。譬如说这个，这是一个2048 Auto Play 哈，这个是电脑自动玩，你可以看一下说这个电脑是怎么样玩的哈，然后大概去抓那个方向，也就是说他们会先把这个大的数字哈往边边角角去移，然后呢它不会上下左右这样乱移，都是有一个规律，这样子移动才会比较好，所以它不会这样子一下按上一下按下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电脑在玩呢，几乎就只有上左右而已哈，它并没有往下，然后会把这个大数字的，然后一直慢慢的往这个右上方或是左上方这样子移，那可是呢，它并不是像下棋一样哈，会有一个就是完美的解法，然后告诉你说怎么走，所以你还是要自己玩。那这个就是请高手说明哦。那网络上你只要输入这个2048攻略，那就会有很多这个之前啊有人留下来的这种怎么样玩这个小游戏的这个技巧哈，然后可以去上网看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百鸟飞行演唱会哦。闲聊一下哈，烈火战记常常出一些这种小游戏的活动哈，不论是在庭院，又或是这个最近几次的活动啊，像上一次是那个西普诺斯那个料理食材啊，那我觉得啊，这个烈火战记应该是在日本蛮红的，因为那个我之前有跟日本厂商合作过，他们的那个厂商啊，是还蛮喜欢在游戏中加一些这样的这个小游戏，就是说有些游戏啊，它的杀戮性很强，就是要制造玩家之间的冲突，最好是 PK 啊、抢装啊、杀人啊，然后这个就是被砍到堵栏之后，然后氪金。再继续反杀，那这样子的游戏的话，其实就会这个增加玩家之间的仇恨度，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氪金量。但是我之前合作的过这个日本厂商，跟他聊过，好像有部分的厂商不大喜欢这样的做法，然后蛮喜欢这种就是游戏中很多小游戏，然后可以照顾到游戏各个层面，然后的玩家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烈火战记最近出这些小游戏，我觉得应该是跟日本的销量不错哈，是有相关系的影响，然后也有看到说日本有这个联动英雄哦，然后有异界来客，但是目前我们这边都还没有。我记得那个异界来客还有那个炼金术士系列，PS 啊那个 Guest 的那个，哇，那个是超级期待哦。可是台湾的话好像没有哦。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百鸟飞行演唱会吧。它这个时间不多哦，然后也是一样，你玩活动之后就可以获得活动道具，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商店这边换一些东西哦，然后有。反正各式各样都有嘛。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换什么的话，你就换那个红资金、红知识或是书本，哦，这是一定欠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游戏的2048是怎么样玩吧。我们就进入游戏哈，哦。那这边有成武模式，好，哦，这边好，哦，成武模式的话就是应该是说你就不用玩那么多次啊，它就是结算的时候分数会比较多一点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因为它这个是有那个什么耳塞哦，还是券，那你可以花钻石去买，好，那这个券的话应该就是步数，所以你用最少的步数呢，合出最高的这个道具，它反正它就是一合一变成二，然后2合2变成三，然后这样子一直合上去，一直合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边哈会告诉你说它的积分是多少，那你合到最高的话，当然是分数是最高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左边。然后右边、上面，然后左边、在右边、在上面，好，哦，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解法了哈，每一次都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只是我们看到那个 AI 在玩的方式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哈，哦，都没有往下，哦，都是在那边左边、右边、上面，好，哦，那这个我没有很会玩啊，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哦，那滑的地方呢，就是滑这个格子里面哈，哦，看你要滑什么地方都可以。那反正就是这样子，左边、右边、上面这样子。那你如果是用乘以五的模式呢，移动一次，哦，它就是花二。哎，糟糕，我按到下面了，超塞。就是你如果用5倍的模式的话，你走一格就是20格，这样子玩起来会比较快。不然你走一格只扣一点的话，虽然说扣的点数比较少，可是你要玩很多次哦，哈，哦。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如果移动步数不足的话，你可以花50钻，哦，这样子。好，哦，我们就继续这样子和左边、右边啊。啊，我真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玩什么，就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反正就不要按下面就好了。我们看那个电脑也是这样子玩嘛，对不对？我们把速度调快，有没有？
它大概就这个样子嘛，上面上面左边上上面左边右边上面左边右边这样子，好，去抓那个感觉，啊，我们就合。那什么时候会结束呢？你可以直接提前结算，好，譬如说结算或是保存退出。应该还没结束吧？好，如果结算的话，就是以你现在这个场上面的这个积分得奖。那如果说你还想要继续玩的话，你就保存退出哈，因为我刚刚又是没有按错，我是按保存退出啦。那保存退出的话，它就不会结算，好，当然是玩到没有步可以走的时候再结算，分数应该是会比较高一点。反正这样，左边、右边啊，上面再和，哇 ，mix mix， 然后有一个 mix， 哎，有没有？哦，发出那个欢呼声了，好像不是要急着和。反正不管了，就这样左边右边哈，左边右边上面，哦，左边右边，哇，步数不够了，再买100，100，反正钻石很多，这个游戏很大荒的哈，这个烈火战记，你只要每天上线，这个你存个几万钻都不是问题哦。我现在身上好像是5万钻吧，目前玩的这几款游戏里面，这个身上。免费钻石最多的就是烈火战记了，它的那个周任务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佛心哦。好，我又合出一个实心的咯，然后再来7的、8的，啊，有没有？这样就感觉还不错哈，就是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哈，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玩没有错啦。好，就是不要按下面，好，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然后东合西合这样子。好，耳塞不够了，然后我们先不要结算哈，我们先保存退出。哇，又2189了，好，不错哦，一次5倍的这个数量哦，这样子玩比较快。好，然后这个4000呢，要换什么东西呢？哇，你可以换这个啊，其实也不多，4000，我想说4000可以换10个，4000大概只能换红之石啊，红之星这样子。好啦，所以这个就是烈火战记这一次的这个新的活动哦，叫做这个百鸟飞行演唱会。好，然后呢，游戏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本周的活动是七曜的狂欢，那七曜的狂欢的话就没有什么嘛，每天80抽，然后去庭院，做石材15次，还有这个卢比克，好，哦，卢比克那个迷宫90星，好像每周都是这个样子哈，哦。那这一次的这个角色，常驻召唤，这一次我就没有换了哈，许德拉、洛加、赛利坦跟蒂尔宾，我觉得许德拉还蛮常用到的，洛加反而最近都没什么在用到，但是女王的话，我觉得用到地方还是蛮多的，因为女王的伤害还是不错。至于说洛加的话，前期有一阵子是觉得这个，哎呀，那个练女王不如练洛加，因为洛加还有控场。可是呢，现在开始因为有这一个这个二之魔系出来，所以说那个女王的重要性就开始慢慢增加。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用女王哦。哇，都是一些新角色嘛？啊，不对，我们应该看这个排行榜。没有女王啊，这谁啊？哇，好多新的衣服哦。啊，这个是那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叫玛丽吗？我一直没有抽到她哦。她对啊，这一只玛姬啊，我一直没有抽到她哦。她在心愿签都不能放哦，这个打高伤也是蛮有用的。好了，那么接下来，反正这个二之魔系的话，如果说不会打的话，我们就参考这个排行榜的大大。就可以直接点这个地方齁，我们就可以知道人家怎么打了。有啊，有这个女王哦。好，然后这个是泰雷莎，最近我也在练这只角色，专门用来打这个二之魔系哦。好，那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见，拜拜。